谢。两大宅男女神来拼场，阿喜和豆花妹十九号都出席金鱼特展的开幕式。穿着一身改良式女仆装的阿喜，明明就很性感，但她还是斗鸡眼模仿金鱼，超搞笑。被问到今年没有入选百大美女榜，阿喜淡定的自嘲自己不是正常的美女，没想到一旁的 JR 竟然补了她一枪。不是正常女生，就是比较不是正统美女。对，他是比较偏 man 挂的这种，不是，是特殊，你可以讲特殊，讲话好好说。台湾的巨石强森这样子，巨石强森，啊，最夸张了。而今年再度入选百大性感美女的豆花妹蔡黄汝则表示很惊讶，也很开心，因为自己一向打扮保守。但他也自诩希望以后能进前五名。对于近日照片被盗用来做酒店坐台小姐的活招牌，经纪公司是气得直跳脚，但豆花妹的反应却是心情上其实还老实说就是有点开心，因为会觉得说代表是一个自己原来也是一个还蛮有魅力跟性感有关的连接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也蛮谢谢他的。但是我相信，大家还是如果真的有需要抒发管道的话，要找一些正常的，不要对。然后我没有做黑的，对。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